你吃，不能扔，你这小坏蛋。好吃吗？那就要扔，好吃吗？我每天吃这么大个瓜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再吃一口了，老师。很干净。吃干净了。哇，甜吗？甜。香吗？香。啊，好，扔里头吧。还有慢慢吃啊，逗我们呢。慢一点吃啊，姥姥吃的是橙子，你要吗？人家就吃瓜。哎呀，吃干净宝贝，好棒。好吃吗？这肚子这么鼓。粘了，你看他都会说粘了。姥姥给拿开了，还要不要了？要不要？不吃了。